你跟谁发微信呢？机场那男的吧？哎，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我男朋友。那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有点……反正我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你俩肯定有事儿。没有，他可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可能。 那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怎么还可能有女朋友呢？因为大家都说他和一个大美女在谈恋爱。天哪，我说亲爱的，人家说什么你就信啊？你这种事得自己问他，你还没问就这么确定。不过呀，我觉得像你们两个现在这种关系呢，处于一种暧昧期吧。 这种关系我特别会处理啊，你拍一张照，发个朋友圈，看看他什么反应，一下就知道了。发朋友圈？只要发了一张照片，他要是给你点赞了，就说明呢他对你有兴趣；他要是给你评论了呢，就觉得他喜欢你。如果他要马上给你发微信了，那代表什么呀？